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公元76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，一场小雨无声地滋润着成都浣花溪畔的土地。有位住在这里的诗人推门而出，静静地感受着大自然的恩泽，细润的春雨也在他的心中荡起波澜。伴随着喜悦的心情，一首五言律诗应运而生。这位夜观春雨的诗人就是诗圣杜。而这首被后人称为是千古名篇的佳作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《春夜喜雨》。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，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之中，使杜甫真实而深刻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，所以他的诗大多表现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。公元759年，杜甫弃官西行，几经辗转，最后来到了当时相对安定富足的蜀地。在朋友颜武等人的帮助下，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修建起一座茅屋，定居于此。在这里，杜甫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生涯，不再有功名的羁绊和对时局的彷徨。宁静的田园生活让他的身心都得到了久违的放松。在成都居住的近4年时间里，杜甫创作出包括《蜀相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几百首诗作，流传至今的有240多首。《春夜喜雨》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。在《春夜喜雨》这首诗中，全篇虽然见不到一个喜字，但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的喜悦之情。首联里，诗人一上来就用了一个好字，这春雨之所以好，就好在它适时又润物。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随着和风细细地滋润着大地，然而也有例外的，有时候它会伴随着冷风，由雨变成雪，有时候它会随狂风而来，下得很猛烈。这样的雨尽管也下在春天，但不是典型的春雨，它不会润物，自然也不会讨喜，更不可能得到好评。所以光表扬春雨之时节还不足以完全地表现出它的好。等到第二联写出它是伴随着和风的细雨，无声无息地滋润万物，这个好字才得到了落实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夜静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，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这首诗的一个最突出的地方，就是在把雨拟人化的同时，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春雨的特征，从各个方面进行描摹。颔联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作为脍炙人口的名句，用的也是拟人化手法。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，不仅表明这场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，而且表明这场雨有意润物，无意邀功讨好，因此选在夜晚悄无声息地滋润大地。而天空黑沉沉的云预示着这将是一场彻夜的雨，杜甫于是兴奋地猜测，等到天明，锦官城里该是一片万紫千红吧。纵观全诗，不难看出杜甫是按照盼雨、听雨、看雨、想雨这样一条情感思路来构思行文的。而这首诗对雨的展现，无论在锤字练句方面，还是在意象的捕捉、细节的描写方面，充分地体现了杜甫细致入微的过人之处。这种体悟察情的能力与他长时间的漂泊漫游经历是分不开的。杜甫在20岁的时候便开始了漫游之路，在辽阔的天地间游历，引发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索。生活中，杜甫以山水寄托着自己的理想，借景物抒发着自己的信念，探索山川河流的险要，
体验记录各地的风俗民情，这一切都为他的诗歌创作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灵感。唐代诗人多有咏语之作，这些咏语诗以客观的语为基本的具体的描写对象，并在描写中抒怀性感，既紧扣语的特点，又在其中渗透和寄托着作者的主观情感。春雨的清新，夏雨的飒爽，秋雨的凉快，冬雨的缠绵，对于热爱自然、感情丰富的诗人来说，往往会成为喜悦之情的媒介，融入诗行。杜甫《春夜喜雨》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之作。在杜甫现存的近1500首诗中，写雨或提到雨的作品比比皆是。湛湛长江去，明明细雨来。雨声传两夜，寒士飒高丘。滂沱珠溅湿，万绿傍岩影。明雨既过见细微，映空遥阳如丝飞。不可否认，在杜甫传世的近50首咏雨诗中，春夜喜雨无疑是最负盛名的。不同于杜甫在更多作品中给人留下的沉郁顿挫、忧国忧民的印象，诗人在这首诗中所流露出的欣喜与快乐更加弥足珍贵。俗话说春雨贵如油，这珍贵如油的春雨众人皆盼，对于每日在草堂边种菜养花的杜甫来说更是如此。有学者通过研究资料发现，杜甫在这首《春夜喜雨》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喜悦之情绝不是出于一时冲动，而是有着现实的基础。据史书记载，在这首诗问世的前一年，也就是公元760年，京畿一带荒灾严重，民不聊生。杜甫在夜晚听到雨声，想到万物将得到润泽，欣喜感油然而生。而这种喜悦也恰好反映出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疾苦的关心。千百年过去了，每当读起这首诗，仿佛依旧能够从字里行间当中呼吸到一股令人喜悦的春天的气息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从前，它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。如今却与黄山相提并论，他如何在300多种地方剧种中脱颖而出，一跃成为众人皆知、广受欢迎的大剧种？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黄梅戏。